大家好，看看这摇杆可不可以？有的摇杆，摇杆，你振作点啊，摇杆！等一下哦，有点热，刚吃完东西。啊那那那那那那那！大家好，咻！啊，今天玩这款不知道什么游戏，就杰克说这是正式版的，然后兰兰当时也推我玩这款，就是也是就是闯。就是地下城，Rag Rag 什么 Off 的游，就反正就死掉重来的游戏。对，平安安，谢天谢地，还活着呀！我看杰克也在玩啊。嗨，小林，还有谁？蒂恩、杰超、辉耀、张龙镜、李玉。玉安安，神奇又在安安，彩鱼安爱，彩鱼安安呐、啊，会跳舞的壁虎安安，麦麦安安，X I A W N 小，什么？W A N G 安安，晚秋安安，冷酷林安安，零三一安安，简家俊安安，还有谁？那个墨粉安安。男男男男，对对安安，林正正安安，好没人了啊！这隔壁杰克台在玩这个，因为之前对这款真的是蛮喜欢的，但是上次东特没特价，不然就买了。就这次正式版出的时候有特价，就买了。啊，玉野、赤影安安、坦坦安安，应该不念啊吧？那四个日文男安，不好意思。然后声音有点大大的，你先振作一点听好了。人类那群家伙袭击开始了，现在其他骷髅正在和他们战斗，快点击追赶人类吧！别担心，我只要随便拿一条腿粘上就行了。快去点击圈，可以更快的。没时间了，可以。哎，光大小，拜托你了，跳圈圈。他攻击怎么攻击？圈，然后声音特定，特定，嘿，小小的骨头。这里是你平安无事啊！我没有办法再动动动了。等级差可以跳跃，二段跳，快点上来！哎、欸，我跳！大事不好了！魔王大人和议员被人类抓走了。七零安安燕，轰吗？那个三个龙安安，圣母安安，校园安安。应该都按到吧，明安安，没按到的，不好意思哦、喔。哇，我没看到聊天的啊，这是我的腿骨，点击空白可以攻击。哇，哇，我可以把腿骨还给他吗？来来来来来，腿骨，这里有腿骨，你需要腿骨吗？他不需要。怎么是？怎么会是正方形是攻击？正方形离拇指超远的哎、欸。好嘞，按下叉可追赶敌人。好，我按下叉，按三角形进入。好，进入。
我啦啦啦啦啦啦啦，跑西，我跑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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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魔女大人，我来了。宗教还有人类救我，就知道喜剧了。光凭前面的故事，怪就这样了吧。好，我来了。啊，有靠药。出发的喵，走喵。英路。莉莉安安，之前买这款游戏，对啊，欸，所以你现在特价哦。感谢伊宁的超级，感谢伊宁的新会员。原地复活，萌萌哒！啊，可以喝东西了。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感谢伊宁的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或赖群的话，可以截取订阅证明到粉专，会有李黎把你拉进群哦。那这款蓝蓝之前有推我买啊，蓝蓝也很喜欢玩那种地下城的游戏啊。来，小骨头，你是来救我的吗？你应该是第一个人类，但是厉害啊！啊，谢谢谢谢。居然让你那种正向的，对，魔女好香哦，是死人魔，死人魔，死人魔，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好像有点奇怪，身上镶着黑石，看来已完全疯了。你不觉得吗？他加我的力量和我认识的死人魔无法相比，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你喊出来，这样我就不能耍废了啊！就是要把你叫出来啊！不是哦，之前哎，对，有没有还有谁是已经进群很不吧加很久还没进群的？再跟我说一下，我再留意一下，因为每次都打开粉专再去看。推我什么游戏？与月月安安，所以把我的头带走吧。哦，这款就是你换了头就会换能力的游戏。看，面包超人。换了一颗头，我就会拿刀了。L 二，啊，我头嘞！哈？怎样 ？L 二是 L 二哦 ，L 二是这个哦啊，这个嘞 ，R 二哦哦，可以切头，白粗哦。对 ，L 一次转，我按错了。感谢新会员，感谢。我记得你在那个轻松生存的时候抖内给我，对不对？感谢感谢。如果一样有兴趣加入赖群或 DC 群的话，可以私截图私讯粉专，欸，小帮手会很贴心的教你怎么截取。水里要吗？还是我买这款给你？真的假的？真的啊。你真的有想要玩的话了？附赠蓝蓝嘛，那没有了，没有了，那连游戏都没有了。我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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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不会玩这种游戏呢，手残只会玩拼图这种游戏，不是就怎么讲，就刷地下城靠腰。我谁跑进 DC 群跟我讲话嘞？我想说没有啊，我没进 DC 群啊。吓死我了！他只想要蓝蓝，对呀，啊，有蓝蓝才会来看台。소녀는계속해서달렸어요미다
그 뒤를 검은 형체가 쫓았죠. 아픈 다리로 열심히 도망쳐봤지만 추격자는 결국 손을 잡았어요. 우미안안. 소녀는 결국 지쳐 쓰러졌고 그런 소년의 위에 그림자가 드리워졌어요. 저는 그 소년을 마지막으로 지켜보려 했어요. 불쌍한 것. 불쌍한 것. 哦、oh, ，小老鼠，你醒了，酷酷！从现在开始，你好好听我说话。现在去我的魔王城，没问题。当天组合并签名后，就玩。趁光耀治疗伤势勇士，造成伤势就治愈，又拜托这么大的眷顾。你说一下这个，好，我收。哈哈，什么鬼？这是什么剑啊？这个吗？刚刚是什么剑？哦，这个哦，巫蛊精髓道具。然后嘞，再领是这个哦。他刚刚不是一只猫吗？对啊，他是他变成一只猫啊。然后嘞，我要去哪里？我想打架。这是干嘛的？哦，我丢出去，我还可以打吗？我可以。然后嘞，这个是什么？粉用。嗨，老鼠，不行打。L 二，不知道 L 要干嘛，就按 L 二。哦。对话，对话。啊，再来，我卡关了。往这边走吗？哦哦哦哦哦，那个美女是谁？繁星是个暖男吗？听起来好像是哦。暖男吗？喵喵喵，我不知道哎。啊，我手脚是蛮冰冷的啊，暖不暖我不知道。还有我呀，森林对话。嗨，小骨头，你要去哪里？想进森林吗？进一下，不要去。看看怎么样？好，嗯。哦，我的脚麻了，等一下，我不敢，我要站着，我站着。哎，等一下哦，我要请你们吃广告。好了，然后聊天室不见。啊，你不是叫商人吗？啊，不能买东西哦。哎、欸，我记得那时候我说这是什么？这个我记得兰兰好像跟我讲说，这个是可以得到头颅，那这个是可以打关卡的。啊看
哦不，哦血，哦酷。八七哦。哎、欸，掠夺者消灭敌人15秒之内。开轮替15秒时间。哎、欸，哦。白痴哦、喔，要死了啦！头盔好像有血条，注意头盔吗？你说头颅吗？啊，这能干嘛？嗨，猫咪。阿长安安。L 是哪一招？狂砍回复二发体力，直到。吸水鬼不丢，这是换头颅的意思，感觉很猛哎！阿换要钱吗？不用钱，换不用钱，四招，哦哦，好差了，没钱了，废话。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还不错啊。废话，啊，换了就不能拿了、哦。哎、欸，还我，不能还换，头没了。我的天哪！你是谁？这是哪来的骷髅？我的天哪、啊！可以等我回满血吗？哇！我根本就不没办法回血呀！回到魔王城。
真难打。哎，哇，字好多好烦哦！利用你的姑姑都指引你，那更强。可以把原本投给他，是哦。哦，没有不习惯，是他冲锋竟然是圈，我以为冲锋应该要正方形啊，攻击才是圈。你们这是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因为有时候放在荧幕上面，真的觉得好挡路。SKUL 这个游戏叫 SKUL 游戏，我现在这颗头可以换别的头颅？没有啊，现在怎么换？现在按 L1 没有用啊。哎呀呀呀呀！哦，真的哎，要点头哎。基本攻击时有 30% 的继续长上万公里伤害，替换时以无敌的装备，替换这个吗？平安安安，祥安安，哎呀，看过了，抱歉。有宝藏。格鲁特，可以分一些你的皮给我吗？啊、靠，这个意思哦。
哈，完蛋了，完蛋了。盾牌改版后很厉害，工作中只能偷看。蓝蓝，救命啊！这款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啊？真的假的？你觉得盾牌哪里强？是跳打吗？L 二。还买不起，欸，回复体力的，欸，啊呜，结果蓝蓝说超强，我就换掉了。不是啊，哭啊，变成敌人的经验值了。等等什么啦，有延迟啊，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来，请告诉我，我刚刚等等应该要做什么。哦，你是说把头换掉这个意思哦？哦，没事啦，再原谅我一下，盾牌就可以留着了。嗯，所以他可以不要预设的头，可以两个换好的头替换就对了。这样子吗？这样子我就懂啦。啊，楼下都死光了，那可以打吗？啊 ，biu！ 挡下一个敌人后造成伤害。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勇者斗恶龙 Switch 版，好的哟。有试玩版哦，什么东西？来，你给我开台玩这种游戏，哪里给我回聊天室？说我敷衍你，我的天哪，我敷衍才不是这样子嘞，对不对？对不对，小鱼？白痴哦！
哦，他会中毒哦，哇！对啊，你看玩这种游戏死掉可以怪观众了，对不对？哎、欸，这个你们会选择吃吗？还是买这些东西？吃啊，哪次不吃，对不对？等下80多块钱，这是狼人呢、欸。是买这个啊，然后他这个能干嘛？换什么？你说换这个吗？这样子换哦。我是觉得金手这个还不错啊。我在想啊，减伤害耶、欸、好了，想问蓝蓝，但他不在，买了啦，搞不好等下就死了，对不对？不够，谁是谁？我每次都不一样的。干什么？哎、欸，你那边太坏了！啊，我手汗好多。有哎、欸，这次好打好多、喔。刚那两只干嘛的？刚那两只还有变成经验值的形状。替换头运转装置，
是不是这个比较好啊？香炉吗？好吧，就听你们的香炉。哎、欸！把骨头碎片粘在你带来的其他人头上，就可以，就让你找回原本的力量。还有一件事情，得到我的帮助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那个魔女，不要问你。嗯，我头太多了，不是啊，换一个喜欢的头嘛。干，他只有头可以换耶。好了没？花多久？哇，帅哦！我光人类就杀了100只，居然人回不出来，快救我！开玩笑吗？哎，蓝蓝有说。这种骷髅好像越大越好，对不对？不一定嘛。啊，按错了，等一下哦，试试看。好，然后。好强，好强什么？这只很好吗？等一下哦。咆哮十秒内攻击速等于18。以斑骨，哎、欸，我也想，如果我用这个哭声，可以再直接配那骷髅头吗？好，自己试试看好了。嗯。啊，这么久、哦，算了。没事，这是干嘛的？是干嘛的？好，哦。FB 的私讯真很 bug， 对不对？狼换盾嘛，我觉得狼我还是蛮喜欢的呢。啊，白痴！
体力上限大家是会不会买东西不行。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没的话我就走喽。没意识的话我就走喽。章鱼丸子里面包洋葱，我就看呢、欸，因为洋葱不是也是提鲜甜用的吗？没有用，那我走了。那个，我去看头，看有什么头可以用。欸、有哎、欸，有加攻速哎、欸，有哎、欸。有加攻速呗、欸，小偷，好险刚没学小偷，真的不是他哦。啪，打爽没？打爽没？打爽没？问一下哦。上面回复一体力，啊，刚总会的东西会在地上可以回血，体力增加，技能增加。哎、欸，问一下那个什么心脏跟黑魔法是不是算是词缀啊？就是凑卡片，你凑几个东西就会得到几个东西啊，是这个意思吗？啊，好像是哎、欸，看懂了。嗯、哦，战旗。打完了吗？啊！打完了啊！好哭啊！他怎么打啊？
哦，还有哦，我以为没了，白痴啊！不行，我尽力了，靠腰啊！怎么会有第二条血啦？哎、欸，没想到，没想到，哭啊！哇，我想都没想到、欸，哎，我以为这是第一只 BOSS， 不会有第二条血嘞！天哪、啊！哦，把手抽是不是？然后我听懒懒有说可以刷手抽，就是不好的话就是欸，新游戏是重新吗？还是回主画面？欸，如果要刷手抽是要点新游戏还是要点回主画面？那个那位骷髅枪，懂我讲什么吗？我刚才点这个吗？我点了会怎样？这真的是新游戏了吗？对，叫你如果要刷像刷骷髅头的手抽是要点新游戏吗？哦，有特性耶，特性无法重置，那玩屁呀、啊！天哪、啊，要怎么选？欸、不能重置，是表示可以都点满吗？会全部重来？那他也太恶劣了吧！买在这个位置。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怕，我怕，我超怕。我怕输了。素人，素人还可蛮可爱的啊，这近战太近战了，不好用。那技能点数嘞，有推荐点什么吗？还是什么都点？位置画面。哇，有了，盗贼。什么叫骨头投入灵魂？哦，可以到十级。
好多钱哦，好爽哦，快死掉咯。跳。我好像听男人说自己很烂。好的哟。如果距离比较近，可以丢头颅攻击。你说晕他们啊？都可以啦。左上有东西吗？我走了，抱歉。我刚刚有没有想说左上应该有东西的？是不是要拿斧头？广告。不对啊，我有这么多钱，我都买啊。
我还血池了。有哎呀，我都知道，有剑切斩呐、啊！天哪、啊！哦。我有血池啊，我多活了几秒钟欸。气啦！去死啦！你说叫打这打包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啊。叫打完之后才有是不是？嗨。没有哎、欸。没有，没有。
小偷跟我有缘啊，我就欠钱啦，我就缺钱嘛。我就没有钱嘛。妮妮，完蛋了。这是说谁啦？哦，我在赚钱啦。好累哦，手好酸哦。赚钱喽 ，L E R E。库尔碎片怎么得啊？把小偷觉醒，我没得觉醒，不是吗？
烧死你啊！大瓦鲁的每次使用技能时，轮替时间减少一。怎么都是钱啊？旁边站哭有什么用吗？就这个啊，可以让你打的。感觉没用到，没错，有啦，一开始有了，后面就没有了。哎、欸、呀、啊，那个骷髅碎片怎么得到啊？长按跳跃键可短暂飞行，在空中的攻击速度为 100%， 轮替时无敌状态的帽子。哦，所以是这样子玩吗？在空中变这样子哦。白痴哦！我是想看这个人是谁，汽油漆的。嗨，汽油漆的，你是隐藏的吗？可以选吗？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么棒！风的精灵。落地震伤吗？哦，好像很棒耶！哇，哇，都远程的，好棒哦！好棒哦！我的天哪、啊，可是我没拿到钱呢、欸，天哪、啊！糟了，糟了，忍者的对决。落地震的期间是无敌的，可是我觉得这好好玩哦、喔。哎、欸，为什么一直没有骷髅啊？骷髅是要打什么才有啊？可是他这强化只是单场强化，对不对？我会玩了，我会玩什么？我不会玩。儿童餐吃，不吧，够够。
无情干杀，也是少了有点久哎。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好像有十。喵！应该有十秒了。赚钱。你嘿嘿嘿嘿，你嘿嘿，还可以这样子哦。哇塞！我有飞着打，没办法，还不会玩。我努力了，有啊，我刚看哦，对不起，因为有延迟，没事。我反正是没开过这一招哎，好，播广告。夸张吗？不同时像鬼吗？真的假的？欸，没发现呢，欸。我来啦！真的不意外，什么意思？喂？哦，所以这只不能一直飞哦，欸，可以啊。
每个职业的技能好像二选一，哪一个？干嘛？卡伦道具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主动道具吗？还是就是饰品？还有这边买回血要看，这边买回血那个要看数字啊。刚刚有一次叫做买了几百块，但是你只回了1%血，这一滴血哦，我知道啊。可是那个那时候他是说什么？每过一张那个地图是什么伤害你只有一滴血，不是吗？我刚好喝水吗？没喝啊，没有喝。没喝，抱歉，抱歉，没喝。不广告。要那个，
啊！哎呦！啊！啊！不错，嘿，哭啊！哭啊！可以在空中放死板的技能吗？不行哎、欸，可以呗，我不知道哎、欸，没放到。来吧，小偷。你说素人冲很有伤害是不是？好，我冲，我冲，才120了。哭啊！哇，其实蛮好玩的啦。哎、欸，我们来刷小偷，红包，红毛打击。红毛打击。红毛打击，哦，好像不错哎，这样子，哦，打我，你敢打？盾牌，暖暖说盾牌很强哎、欸，相信他喽。哎、欸，对耶，这是另外一招的哎。哦，我那时候只有举盾的而已耶。等一下哦，有懂玩说话了，说什么？骷髅碎片要。对不要的骷髅长按删除就能获得哦，感谢。那所以要多打这个对不对？那请问骷髅碎片也是可以带走的对不对？那如果在那一场强化结束后，叫什么？他说什么？啊，我那只角色会永远变强吗？
还是那一回合而已。喂，哦，舍弃哦，哦，哦，有哎、欸，感觉就是一回合了，给我那么多，懂了，感谢。幸福的，晚上好，晚上好。Yeah， 可以提升了，是不是？废话，觉醒，所以只能这一回合觉醒而已。啊、我怎么啊哭啊？但是觉醒到这个啊，没关系。啊哭啊！知道鬼鬼吗？为什么会不知道？好，我知道，我会玩了，会玩了，会玩。如果那边三选一把角色全部分解，有得选吗？我不知道哎、欸。哭哭。好了，我们被 BOSS 打死了。我们播广告。
嗯，对对，骂脏话。怎么用啊？好难用哦！长按终极键可集中精神。哦，哦，换掉。啊？能干嘛？最多两秒变成无敌状态，长线等等，再按一次将巨大化病毒。哦？再按一次将巨大化。按一次 L 二吗？哇，他是魔弓，好嘞，近战是近战，好，
小偷。啊，是这样子哦。好好好好好，学会了，下次知道了。你好。哦，这只要100个哦。哦，懂了。啊，这骨头是不是可以带走，一直用啊？什么鬼东西？好痛啊！要死了！要死啊，我不是才刚补满血的，没有满血啦，我刚才补完血。哇！就是有什么就点什么啊，他说不能重点，也未免太难了吧，不能重点。骷髅剑。我看一下一扫。攻击敌人有 5% 几率造成出血。轮替公子哦，破伤风哦，好的，破伤风哦。嗯，然后现在就是换技能的途中会有点打击。我的头。我看，我在发呆，我打！不是啊，你看哦，
应该说我们都在打素人的，素人当然也会打我们，对不对？小偷，哈哈哈哈。骨头不会还的哦、喔，欸、很烂呢、欸。要去拿钱了。咦？等一下、喔，这是什么？后空翻？你就说骨头没了，对不起嘛，延迟都没看到。对不起哦，啊靠腰，对不起，嗯，拜拜拜。可以耶，可以耶，什么？素人好用，打什么素人好用？你是说他在攻击我的时候，我后空翻是不是？我想用这个欸，抱起来，抱起来，
会后会有魔力快吗？你都知道？不会耶。哦不，没赚到钱。为什么我捡到这些东西？这是什么？使用技能调阅工程零件。哦。这个好棒哦！哇！我狂捡就可以再一直狂顺哎，好爽哦！嗯？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力量型的啊？速度平衡哦。看懂了，那我要买这个吗？买不起啊！Excuse me， 我要去哪里？到这里吗？
哦，手酸呢、欸。我怎么打这只啊？用烟雾弹。哦，会捶两下，我的天哪、啊！我忘记那只树叫什么名字了，风之谷的那只培罗德吗？紫雀，广告。我觉得 我的手应该明天又肿起来了吧？啊呜！看一下技能，禽兽跳跃，禽兽怎么叫猛兽跳跃啊？以无敌的自身技能跳跃，对撞到敌人造成伤害。最多补充三次，移动速度增加10%，一万次。哎呦！哦！赚钱。哎、欸，那这次被动就没吸血了、哦。哎呀，哭呀，哭呀！暴击增加18公里。哦，这个不能猜哦，什么？
刚刚就是这个，你无视，无视什么？对不起，我无视了谁？无视了什么？我、哦、靠！无视这颗头，真的假的？你是说刚刚在上面这边的头？啊！哦！啊！嗯，这个吧，没有到，没有小偷。没有啦，没有了啦，呛了，还好啦，下去啦，哇塞！妖术人，好酷哦，酷耶，有没有爆？好，拉过来。怎么在这里啦？哎呦！
打完了哦，我还在享受耶，小喘，什么叫喘？小喘是这种声音吗？哭了。阿克啊，哎呀，他会追踪哦，我的天哪！啊，我以为他是直直落下来的。等一下，等我一下，差一点点。我表现得很棒了。你就说吧，你说什么？看一下哦。啊，是广告了，不行！我在蓝蓝回来之前通关，至少打过第一关。啊，啊，那个是你啦。后面被锤到那两下有点亏啊，还不熟怎么玩呢？那这次效果是干嘛的？往前冲刺，冲刺失误。
是可以这样玩的吗？你先把枪兵换掉，真假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欸。你没吃到吗？哦，那个是不是很强？你没吃到吗？那再给你吃一次，开心就好。不是，不是，为什么？西门不是西门，秘密是秘密吗？变变变变！哎，真的哎，好嘞，开枪，开枪。怎么有点屌、啊？有30%几率投掷炸弹，发动技能只有20%几率失败。有20%的几率失败哦，有10%的几率对人大高失败的时候，你咋办呢？依据吃饺子老虎滚动，失败丢一颗骰子，大成功丢10颗骰子，失败只有哦。不会，拔掉拔掉，每次都吃到，那你可以跟萧炎做好朋友了，他也是每次都吃到的那个。恭喜。
打完记得什么？再播一次广告吗？好，我记得播了，我记得了。这一定也是一百个的啦，对不对？哦，这已经是最强的了，好酷啊！行啊，等一下，这只有问题，这只有问题，这只不好用了。好了，我知道那只攻击好低哦。技能不一样。哦，也不错。按错技能，干嘛？慢慢来比较好，都不够吃东西啊。嗯，换角色，没中，没中。他是朝自己的头开一枪耶，我现在看懂耶。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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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忘记了啦。欸，他没死哦。对没？
我看一下蓝蓝有没有密我。他好像还没下班，有点难度吗？没事啊，靠腰打 boss 哎、欸，好像真的有点难度了哎、欸，我的天哪、啊，到底是什么？哦，完蛋了。哦，心跳现在还是好大声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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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他看，武器大师攻击力，嗯，二选一是不是？体力上限，物理攻击。好了，打完了，往这球，我截图一下，我过了也，大家讲一下。哪个比较好？加物攻的比较好吗？这个、哦，看一下、哦、他技能，
哦、oh! ，好，这个真的比较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马上死出来了。그날은오랜만에밖에나갔어요是广告。마왕님과함께조화의숲을지나고있었죠지긋지긋한칼레온놈들을다시한번설득하러가는길이었어요네那个 W 比较打败场哦，你会被那个隐藏起来。마왕님이이제슬슬마주칠때가됐다는이야기를했었죠그때불쑥인간소년하나가나타났어요마치용사라도된것마냥꼴불견인모습을하고있었답니다보잘것없는망토에나뭇가지용사놀이였을까요처음보는소년의놀란자였지만마왕님은아는얼굴인듯했어요소년은우리가용사들에게수없이들어왔던다양한대사를외치고멋진포즈를잡는가몇번의투닥거림후그들은오랜친구처럼대화를나누기시작했어요소년은다시한번포즈를잡더니어서모험을떠나용사가되고싶단말했어요어째서마왕님이저런소년을친절하게대하는건지알수없었죠용사가되고싶다는말의의미를알고있긴한건지소년은우리에게작별인사를건넨뒤떠났어요그가떠난후저는소년의정체에대해물었어요마왕님은그소년이알수없는힘을가지고있다말했죠그힘이마왕성과칼레온더나아가그작은소년이말이죠저는소년을계속啊，可以让我回血吗？我拜托了。我们在打。送你们啦！被拖死啦！啊，被拖死啦！兰兰没有回，不知道是加班了还是出去买东西吃。
等一下哦。没消息耶！哇，平时最晚好像10点半才回来，今天不知道。嗯，又有客人压线，他是说10点收店嘛，然后如果客人压线的话是最多是20分钟嘛，那收店应该吧。哇，我觉得压线的几率很高呢。如果懒懒出现的话，记得在聊天室要打那个哦，辛苦了之类的。你看，上班下班还要陪我玩。正哦，十三安安，楠楠还没有回来，所以。
哇哦！这是什么东西？很帅、欸。前进并跺三次脚造成物理伤害，跺碎敌人后，跺脚压制敌人后用棒子向下推，造成物理伤害。第五次跺脚直接伤害，那种物理伤害，棒子。啊，用脚攻击人就对了。好了，等下第五下就知道了。他妈第五下、啊，哇！海角礁，哭哦！有没有品啊？哭哈！哎、欸，难过，我被献祭了。是广告。啊，沐浴属性700。魔法伤害的剑士，好啦，玩到几点？是在等懒懒下班啦。可是，那人去哪里了？
火山炼金追踪主角。嗯，安安，怎么了？发生事叫我干嘛？他砍太快了，怎么知道冰的时候啊？是冰完之后吗？还是冰的过程？冰柱的时候，可是攻击太快了啊，没办法，靠，偷钱的。反正也在玩哦、喔，对呀、啊，哎、欸，玩到哪里了？你的素人打完了没？路人第二阶没事哦、喔，我10:20刚过，
哭啊，没回到血啊，我一定是角色还是初始的啊，来我示范怎么死哈。没办法，没有好的角色呀。屁嘞，搞笑哦。哈，不可能啦。很小，看他没有说。嗯。好啦，如果关台吗？还是先开到11点啊？如果蓝蓝有回来的话，我再开吧。啊，这场打完，如果蓝蓝还没回来，我们就休息。教主，干嘛？你说。干嘛？我在听啊，再放一次广告。球员没吃到，就不要给他吃了啊！好啦，这场打完，蓝蓝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先休息吧。
预言成功，预言什么？我预言什么东西？会开深夜台吗？深夜台，因为通常我不会一个人开啦，一个人开的话太无聊了，没人陪跟我聊天什么之类的。虽然可以开聊天台，可是这聊天台这话题也是观众自己要帮忙想，然后再看说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啊之类的。回来之后吗？嗨，梦梦，抱歉，现在看到。拜托。行军忍耐，就行军啦。他到底怎么打啊？哇，不行，这个对，三下，二三，好嘞，爆开，三下，哎呀，我这会追踪啊，打屁啊！不行，我把他打死了，白痴哦、喔！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11点了。那今天就是懒懒不在，这样啊，感谢各位收看啦，各位晚安喽，拜拜。